library 在哪里？所以接下来第二步呢，请你去找到那个 library， 那在哪里 ？name 的这个箭头点一下，这个时候呢，会出现有一个叫什么 com 点 Google Android Maps 有没有？这个请你把它点一下，再点一下 use library， 这样子呢，表示说你要使用这个外部的程式库。如果你没有这一件事情没有做的话，它不认得，也 run 不出来。第一个啊，第一步啊 ，manifest 第一个。这有点动作比较多一点。第二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这个 permissions， 这个 permissions 啊，特别注意啊，这个地图啊是属于 online 的，就是不断连线的那个地图，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 app 使用什么呢？使用网际网路，随时可以连线，随时去抓什么最新的地图。有没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那个 Google Map 的经验？因为如果你没有网络的地方，地图就秀不出来，地图秀不出来，所以你必须 add 这边选择 use permission， 就是使用什么呢？确定之后的话，找到这边有个 name， 里面有个叫什么 SS 应该是 internet 哈 ，internet 找一下有没有 internet， 有找到有没有？就是呢。这边的话，因为我要使用到 Internet 的功能，所以请各位找到就是 Android 底下一个 permission， 就是我要使用 Internet， 这样子的话呢，地图才可以载入。那请你把它点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就完成了第二个动作。一个是使用这个程式库，一个是使用网路。那最后的话呢，请你把它 save 一下，就两件事情。那 GPS 现在还不需要用。GPS 第一件事是网路对，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会用到Google 的 GPS 定位，所以第二个请各位再 add 一个 use permission。 我现在好像只要秀上去好像就 internet 就可以，这个后面再来讲好了。 OK， 先两个，一个 internet， 一个是 use library。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把它 save， 这样的话就完成还没结束后面还有。好，请各位先试试看记得先开一个新的专案叫 Google Map One 好了然后呢请你把刚刚的那一段程式码贴过来贴到把 Test View 把它砍掉然后贴上来，再 Manifest 这个 Application 跟 Permission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